又到了唐人街了，把自行车锁在这个地方。哎，眼镜也戴上吗？眼镜、墨镜，墨镜戴上。到了，唐人街一日游，是唐人街一日游。哦，也行吧，也算锻炼身体了吧。这是什么花？这是算锻炼身体了呀。这么多鸽子，哦，活动活动挺好啊。要不然你说，天天在屋里待着，慢慢的，感觉血管都堵了，感觉腿麻，感觉，不活动嘛，血液循环就出问题。你要经常的出点汗啊。那边是八路公交站啊，八路车去唐人街的。哦，冷啊冷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把马甲穿上？我在双肩背里带了一个马甲，冷的话我就再穿上吧。这块写着，电杆上写着"公共汽车站1号，一路车"。啊，他这个改成了口罩被建议 mask advised 的，口罩建议戴口罩。以前是写着 mask required，以前是要求戴口罩，现在是建议戴口罩。所以说现在这边呢，好像有点和缓了，缓和一些了，并不强制要求了。现在是建议你戴啊，你不戴也没事儿啊。你看，在这边，哦，这个老美不怕冷啊，露着大腿，真不怕冷的。他们的感觉冷热的这个神经都。有点迟钝了吗？这边还有人在打扑克。在打扑克，说着广东话，好像小麻雀。啊。小麻雀。他们在这儿，几位女士打扑克，啊，这个时间挺可惜的啊，其实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